我叫维静。大家好，我叫金马。我们是十月新闻播报员，耶！十月国庆节，杨叔叔、永生哥哥、海生哥哥、昌琪姐姐，还有几位叔叔阿姨一起来到中心，和我们分组进行了科普、音乐、体育、舞蹈、艺术的活动。我报名了艺术组，画了一幅水墨画。在南宁的引导室中心里，小朋友们非常喜欢新的场地，每天他们都要到这里走上一圈，积极的锻炼。十月十六日一大早，引导室中心的家长们带着孩子来到了位于南宁市五一路的淡春市场超市买东西，中午到肯德基尝试着自己点餐，品尝美味，融入社会。听说广西云闪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幕了，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好吧。今天很开心，我们就是广西云彩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揭牌仪式。咁呢個特殊學校咧，就係可以咧，係幫助一啲特殊兒童去能夠去到主流學校裏邊，俾佢有機會咧喺翻我哋呢一度咧，如果佢繼續去有機會呢一個嘅學習。咁我哋真係見到咧，即係雲彩喺呢幾年裏邊咧，真係有你哋嗰個嘅支持，有你哋嘅鼓勵，所以咧好多好多嘅小朋友都得到好大嘅祝福喺度咧，真係特別去多謝大家。希望你繼續支持我哋雲彩，喺嚟緊嘅時候，我哋咧就會繼續努力去為呢一班嘅腦癱嘅孩子、殘障孤兒嚟去服務嘅。